成了这个动作来形容，并不是非常好。平衡木，这次我们这个晚上因为几个场地水平都很高，所以我们的导播切得很有效率，一个都不落下。来看平衡木，跨跳结环，联谊队的罗欢，毽子直体后空翻，完成一个 A 组跳步。这个动作今天省队的失误率很高，国家队还是不错的。挺身前空翻，交换腿跳接，哦，这一个小晃，哎呦，坚持回来了。一个大晃就会把一个一组的分数的分值抵掉，所以一定要控制。高举腿转体360，哇，毽子躯体后空翻两周下，谢玉芬13.550分，洪可12.90分。